听说在这一次的专辑里面，你有自己参与创作的这个工作，那么有尝试自己去写词，可不可以介绍这个作品？它歌名是叫我会更好，我会更好。对，其实在介绍之前，我很想跟大家说，以前有写曲，但是第一次写词，写词对我来讲，我会觉得写曲对我来说比较简单一点，因为我懂得欣赏词，好词，然后很会写词的音乐人。可是我真的觉得会写、会做跟会看真的是十万八千里，因为我从小我妈带我去报名作文班，上了两堂我就跟我妈投降，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去上了。所以写词对我来讲，你们就知道对我来说是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是同事叫我说你试试看嘛，你试试看，不断的给我信心，然后不断的在 MSN 上或者 是手机简讯上催我的稿，因为打电话又更直接了一点，所以就是简讯。如果我 MSN 想说我就是不上，让你们找不到他，就是还是要发简讯催稿出来的这个词。那词其实想要跟大家说，就是很多我前阵子在合约的转换的时候，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碰面，是，然后很多关心的甚至有一些担心的，然后一路以来支持我的朋友，想跟他们说我会更好，然后也是想要把自己努力再坚强，坚强的这一面让大家知道，就是也期许自己，就是我会更好，是。